千百年来，想要成为超凡，那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儿。雪鹰，其实超凡之力就在凡身之中。 注定会成为英雄。你们许下了生死与共的承诺，梁博，你来长风学院的目的是什么？每一个要成为超凡的人都要去到那里。魔族杀了我爹和我弟弟，我要变得更强，为他们报仇。如今，夏族面临着魔族全面进攻的生死威胁。 去阻止他们！我们可是说好携手并肩，谁也不能抛下谁的。雪鹰，这一次，我们一起来决战吧。